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保护区，是国家重点保护区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保护区。经过一夜的清雪工作，我们可以通过镜头看。 上跟前来了！哎呦，这啥玩意儿啊！哎妈妈，这啥？妈妈，这身上起一下鸡皮疙瘩。 大雪封山了啊！给你们看一看，这尼玛！